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，玩转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巅峰极速。哇，旭哥这一集攻略啊，真的超爽超嗨超欧啊！地表最欧的无氪玩家就在这一集啊，直接秀给大家看这个 720S 啊，太爽了 ！T0 神车，旭哥直接入手这个四台 T0 的金色神车啊，完全无氪。好，最多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，最爽的福利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转蛋啊！看起来啊，太爽了，实在是太欧啦，欧到不可置信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来。有了，有了，法拉利！哇，法拉利，法拉利，来，帅！法拉利，白罗马，哇，中啦，中大奖啦，太屌啦！哇，各位观众，最强的神车法拉利罗马，性能组最强神车竟然入手了，太欧了吧！太屌啦！欸，还中啊，还有其他的、啊，哇，太欧洲啦！又中了一台 Challenger， 哇，一金一紫欸，屌！哇，太屌了，会不会太爽？哇，一金一紫欸，真的太屌了！我靠！好，来抽一下喽！转蛋抽起来，你上来，旭哥再来个十连抽，给他爽爽的拼起来！哇 ，ATSV 性能组的，好，再来十连，拼起来，看有没有金车啊？金车是不是该来一下了？有紫色的哦、欸，金车真的不容易出呢。欸，有新车呢，这台是新的、哦，斯巴鲁这台 BRZ22 是新的。欸，还不错啦，有开到一台新车就有赚。再来，再来拼一下，来个金的吧。不要再来紫了啊！又紫，又紫，每次都紫。哎、欸，该不会是哎、欸，是新的吗？保时捷呢？啊，不是，看错，兰博基尼，妈的，说错。哎、欸，不错呢，虽然是紫色，但是这台飓风小牛不错哎、欸。现在已经快变飓风神牛了，哎、欸，刚为什么看成保时捷？那眼花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其实还不错。好，再来，再拼起来，再来啊！啊，有金的哦，有金色是这个有烟火呢，有烟火就是有金的，有了，哦，所以大家注意那个特效有没有？烟火就是出金的，哎、欸，啊，720S 啊，哇，中大奖啦，太神了，会不会太神啊？720S， 哎、欸，哇，太屌了吧！第四台 T0 啊，哇，旭哥不抽则已，一抽就是 T0， 太屌了吧？哇，还中一台紫的，一金带一紫双，是不是？是紫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福斯，哇，爽啊！啊，那么爽！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一金一紫，而且是 720S 的 T0 神车，爽啊！这一集攻略爽爆，最多组的礼包码还有隐藏版的序号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礼包兑换码，或是礼包码兑换，都在这边。点画面右下角，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中间可以输入这个 CDK 礼包码，或者叫序号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NL888。
输入这个 NL888， 然后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它显示兑换成功。那到信件去离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 XIAOMA888， 按立即兑换。就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FAYE1019， 按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奖这个信箱去领取奖励，奖励会发到信箱去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下一组 GUI888。接下来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那接下来还有这个 BEBE888，那立即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我们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KINGO， 然后1019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。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10000 RACRS， 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那 iOS 玩家记得等一下看完后面还有讲这个 iOS 要怎么兑换。VIP， 然后777，VIP777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输入这个 VIP， 然后888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那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领取奖励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 GODTONE888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TSUKI666。TSUKI666，按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所以这边一共有将近20组的序号，那等一下还会讲这个 iOS 的礼包要怎么样兑换，还有隐藏版需要拿法。所以这边呢，大家看一下礼包码这么多，你看，江旭哥之前领了差不多20组的隐藏版的序号，那这边全部领起来了。就可以领到非常多的钻石啊，资源都在这边。前面也领了一堆钻石。那 iOS 隐藏版的序号呢，还有这个预约奖励的隐藏版序号，都会在后面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完这个所有的攻略，还有这个像是绑定账号的隐藏版的序号，也都会在这边分享。好，那有很多 iOS 玩家说不能兑换礼包嘛，那这边呢？直接帮大家就是攻略啦。首先，我们到官方的 FB 粉专，在昨天的下午3:33的时候呢，官方的 FB 粉专就有提供如何查询预约的虚宝序号。预约虚宝序号就是我们隐藏版的序号。我们点进去这个官方网站，这个 www.racingmaster.game/tw 这边就有这个预约的奖励，那这边就可以查询到虚宝的序号。所以每个玩家只要有预约，都可以再拿到隐藏版的序号，顺便拿隐藏版序号在这边。接下来如何兑换虚宝的序号呢 ？iOS 玩家的话呢，在这边这个连结一样是这个官网的连结，然后后面再加上 GIFTGRAB 这样子，连结在这边。你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网页看到直接输入，或是说你到官方的 FB 粉专点进去也可以，连结都在这边。有两个连结，一个是官方网站连结，那一个是官方的虚宝码的兑换连结，然后就输入你的角色 ID， 这样礼包码就可以换了。那 Android 的就比较简单，这样旭哥前面换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连结这边 www.racingmaster.game， 然后/tw/gifTGRAB 这样连结在这边，所以大家不用再来问旭哥，一次帮你搞定了。